别看了，你不是问我盛哲宁是谁吗？啊，他就是啊。哎，那你们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他一直追求我呀。我之前不是说梦话吗？就被他追求烦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我骗你干什么？随便吃啊。你别看了，是干什么的？ 长任酒店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他们家开的。啊！想知道他怎么追我的吗？嗯，你猜猜呀。送花送包，请你吃豪华的大餐。妈，你的想象力去哪儿了？我那还有啥？ 为了带我去冰岛看极光，那包下了一艘游艇。但我太忙了呀，懒得去。这个啥？黑乎乎的卡，不限额度的，随便刷。但是我谨记老妈的教诲，不要乱花别人的一分钱，我一次都没有用过。所以你看看你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些对象。 这么优秀的人能比吗？不要再操心我的那些事儿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不能比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小盛，对，我听夏姐说你追她俩月了。她这么跟你说的？啊。说谎了。啊。 其实我追他差不多快一年了。啊！哎呀，不是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你说你看上我们家夏浅什么了？你这……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他什么。他这个人啊，脾气臭，做事。 一根筋，啊，往往不管什么事都不计较后果，像个爆竹一样，一点就炸，时常呢耍一点小聪明。沈宁，差不多得了。大阿姨，你说爱情不就这样吗？有的时候你说不上哪里不对，但是呢，谁无法替代。 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嗯，给你看。来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吐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呀？ 喂，双双啊，小猫好像不太舒服。不舒服，他有什么表现吗？他吐了，好像。那你快点带他去宠物医院，我这就来找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先送去医院。啊，刚才的事儿，真的是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客气什么？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。 是不是刚才我的表现不够好？是表现的太好，我妈那个人，她会催着让我接受你。那然后呢？还需要你演我男朋友吗？好好配合，别搞砸了。朝南那间有阳光照进来，尽管也不错。亲爱的。 嗯，我不喜欢别的，我就喜欢这件，好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其实没什么不可以。什么没什么不可以？
啊，没有，我就是很感谢你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可以继续扮演你男朋友啊，无所谓的。好的，谢谢沈总。如果真的有需要，我一定会麻烦你的。小猫怎么样了？哦，初步诊断是消化不良，刚才给他做了一个全面检查，现在等报告呢。消化不良？嗯。那是不是换猫粮引起的？换猫粮？啊，我上回给你推荐的猫粮，你是不是一下子就给他换了？这猫粮不是就应该直接换了吗？小猫换猫粮得有个过程。你得根据新旧猫粮的比例一点点给它一个适应，因为不同猫粮粗蛋白含量和气味都不一样，它会有本能的排斥，会有身体反应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没事，我回头给你一些养猫的注意事项，给你科普一下。嗯。现在应该没事了。它现在打点滴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呢。嗯。到沙发去休息一下好了。嗯，来。啊，大半夜里把你叫出来，肚子饿了吧？是有一点点。那你在那休息，我去买点东西。嗯。佘宁，你啊，干嘛？不，给我啊！你给我戴上。干嘛？你知道我的，我妈天天逼我结婚，我都快疯了。你必须跟我结婚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戴上的戒指，你就是我的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放开我！不要。
公司有事，小猫出院后麻烦送到我家，房间密码081399。于总已经把他手里2%的股票转让给利和资本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咱们手里就有5%的股票了。你这次干得不错呀。哎，我听消息说有新评员入住2号楼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2号楼应该是一栋老楼吧？2号楼已经20多年了，水电线路都已经老化，如果不是因为资金紧张的话，早就应该整修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长盛能不能保持5星，还要看这次的评估了。那我们可以想想法子，如果长盛因为2号楼而降薪，那说不定股东们会投票卖掉2号楼。盛哲，您这个人比较念旧，要卖掉2号楼不容易。是吗？我倒是听说，股东们不愿意再花钱再养2号楼这栋老楼了，要么卖掉2号楼。要么失去股东们的支持，那就看盛哲您自己怎么选。我知道会很不容易，但我对2号楼很有信心。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安排吗？如果我们能找到新评员的话，就。一切按照正常的就够了。又要青黄不接了。喂，夏小姐，您现在方便来一趟长盛2号楼吗？我有一个工作想跟您谈一谈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现在有时间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来之前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啊？啊，您说，什么问题？哎，哦，没事。进来。金总，这是您要的2号楼相关资料。金总，酒店来了新的大厨，很擅长做日料。
我看您最近比较辛苦，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待会儿要不要去尝一尝啊？你现在的工作不是研究长盛餐饮部的新厨师，而是要尽快找到新评委。我先去做。没事了。太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被发现了。不过放心。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不是你让我穿成这样的吧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让我乔装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了瞒着盛宁？其实这件事儿是我偷偷找你的，盛总并不知道。这个是长盛以往的评星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是您的房卡。就辛苦一下夏小姐，在找到新评委之前，这段时间就先住在这儿。我会尽力，但是你们要找人，为什么会找我呢？我又不是私家侦探。这就不对了，那是因为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发现夏小姐聪明、伶俐、分析能力强、办事能力强。主要是我请不起私家侦探。小猫咪，我先给你放在这里啊。怎么一点生活的气息都没有啊？呀，好奇怪啊！环境喜不喜欢呀？这个房子大不大呀？哎呀，还是三层的。看，喜不喜欢这个？这儿呢。你是不是饿了呀？啊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
办公室。哎，那个没事，我马上就走啊，你们忙。喂，双双，你晚饭没吃吧？我请你吃饭。我知道一家日本料理店还不错。我就等你这顿饭呢，都饿了。那我过去接你。好。小盛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吧。你这最近做梦总梦见我们家夏钱？啊，满脑子都是他。是啊，看谁都像他。啊，完了，小盛，你得相思病了。啊，能吗？当然了，肯定是。不过今天你来的不巧，夏浅不在家，他出差了。出差了？对呀，他出差了。他没跟你说啊？这孩子，这……不过你来都来了，阿姨帮帮你，帮你做个弊。夏浅爱吃的水果那是樱桃，对。冰激凌喜欢吃抹茶味的，喜欢吃玉米，但是他不吃玉米糖呢。他生气的时候呢，喜欢一个人打扫卫生，喜欢看恐怖片儿，但是呢，看完了又不敢一个人睡。还有，哎，行了，先别记了，等我想起来我再给你补充。好。来都来了，帮人帮到底，我给你再发点福利。来，快，给你看样好东西。你看啊，这是他六岁的时候，这个呢是上小学戴红领巾的时候，这个三个月，这个哎，他爸这个别看啊，初中高中大学看一年一个样。嗯啊，这是在少年宫学跳舞的时候，你看他穿着这个。哎呀，你这你自己选吧。嗯，这张怎么哭了？这是我也记不得是哪年的六一儿童节了。夏浅有个好朋友受伤了，让夏浅呢帮忙带他跳舞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结果在台上害怕了，怂了。哎呀，这是边哭边跳，边跳边哭。我们就给他拍了这么张照片。其实呢，我们家这孩子呀，从小就这样，倔。但凡他答应别人的事儿啊，就是再不喜欢。是哭着也要给人办完，他就这样。哎，阿姨啊，不就要这张吗？别要这张，这张他再拿张别的吧。哎、可爱的，我喜欢。好好好，谢阿姨。最后一块。厉害厉害的，真厉害。嗯。不过你真的挺厉害的，我倒是很少见女孩子像你吃东西吃的这么开心的。因为好吃嘛。对了，待会儿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安排？嗯，没有。要是没有的话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忙？嗯。这个呢？嗯。他多大年纪啊？他跟你年纪差不多吧。哦，那性格呢？性格跟你一样，很活泼开朗，整天笑嘻嘻的。哦，那肤色呢？肤色跟你差不多一样白啊。
你该不会要送我吧？我为什么要送你？哦，没有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那，那你准备是想送给谁的？嗯，什么异性朋友，还是喜欢的女孩？你怎么那么关心啊？我没有，我就随便问一问，我好帮你挑嘛。我是打算送给柠檬的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只要让女孩子笑起来，心情就好了。那我好好帮你，好好帮你挑，柠檬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养猫须知。养猫这么麻烦吗？这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大张，这……其实这些也没什么了。最主要的，猫咪还是需要人类的陪伴，因为在猫的世界里，它根本不知道咱们人类白天去干嘛了。你早上出去上班，它就以为你去给它捕猎了。然后晚上下班，他就会赶紧跑到你身边去闻、去看你到底给他补了鸡肉罐头还是鱼肉罐头。可是，如果你好久都没有回家，他就会以为你在捕猎的时候被吃掉了。被吃掉了？嗯。原来你这么了解猫呢？我是小的时候就养猫，可是因为……那猫老挠我，妈妈就把猫送人了。那你妈妈把猫送人了，你相信吗？嗯，刚开始有点很舍不得它，毕竟养了那么久。不过，现在这不又养上了吗？那就对了，你要有空呢，就经常去看看它，要不然它老以为主人被吃掉了呢。哦，对。不能让他觉得两个主人都被吃掉了。对，两个主人。嗯。哦，我到了，我先上去了。等一下。嗯。这才是要送给你的礼物。谢谢。我还有礼物。我上去再看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喂，默默。赫伯哥，我想找你帮个忙，我想在酒店补办一个婚礼的宣誓仪式。宣誓仪式？
安说过，新评员会对酒店的方方面面进行测评，大到酒店的行政管理，小到一个马桶的清洁程度，事无巨细。普通客人应该不会这么关注酒店的地毯吧？可能就是他。正好住我对面。客房服务。酒店的客房服务也是新评员的重点考察内容。这个新评员工作挺认真的。我向你汇报一下，我可能找到新评员了。先生，您订的午餐到了。盛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路过，帮小刘搭把手，顺便送个餐。什么？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找到的那个信。你进来。怎么样？你找到的那个新评员是盛总。盛总住那屋？就住那屋。他住酒店干嘛？我猜应该是以顾客的身份来体验酒店的服务质量，来应对新评员的考核。那你们盛总既然都这么拼了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找新评员啊？那也得找啊，谁知道发生什么，以防万一。刚刚露馅了吗？露馅儿？我怎么可能露馅儿呢？是吧？可是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。那只是你的预感。哎，对了，餐厅今天新出了几个菜品，我猜新评员晚上回去尝一尝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去餐厅碰碰运气？辛苦你了，去看看。我的餐车还在外面，我先走了。贺伯哥，你就答应我嘛！没有宣誓仪式的爱情是不完整的，你也不希望我的爱情不完整，对吧？那你怎么不去找你哥？我哥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一大堆，而且一和他说，他又要和我唠叨好久。就只是补办一个宣誓仪式，只有我和志俊两个人。好，贺伯哥一定会帮你的。我就知道贺伯哥对我最好了，那谢谢贺伯哥。嗯，那你想好怎么办了没有？这个是我的方案。连方案都有了？当然。好，我回去交代艾米丽他们尽快帮你安排时间地点，好吗？谢谢贺伯哥。
那我先回去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陪我喝茶。另外我还有东西送你呢。嗯，结婚礼物不是送过了吗？谁说一定要结婚才能送礼物啊？收礼物的时候最开心。谢谢荷包哥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快。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看开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被宠着的人永远都是小孩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。没有活该，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。我买了糖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。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